好，位在富里村的老人会馆旁边的空地，也就是公所强力主打的澄清绿光草地公园，近期富里乡公所使用率是提高。代理镇长江东成说，这里办理活动空间非常好，这里就是一个很棒的舞台，平日也可以提供长辈一个闲暇时的活动空间，让更多长者愿意走出来。不管是乡内的记者会，还是情人节等等的活动，位在富里村的老人会馆旁边的空地，也就是公所强力主打的澄清绿光草地公园，近期富里乡公所的使用率提高。代理镇长江东成说，这里办理活动空间非常好，这里就是一个很棒的舞台，平日也可以提供长辈一个休暇时的活动，让更多长者愿意走出来。给各位看看，你看看，看看我们的大山啊，这么干净的山，这么漂亮的山啊。我个人以前在西部服务过，当分局长过，在那边当分局长过，我以前不知道花莲很美嘞，我这当时我都没有感觉，因为我们在花莲服务很久，几十年了吧。然后也有一天我到达这个嘉义去服务的时候，第一个看不到山，为什么看不到山？一片灰蒙蒙。各位如果在西部服务过，你会感觉是吗？看不到山，其实有阿里山，山也很高，对不对？其实平常完全看不到。江东城大赞富里乡是一个风景人文优美的地方，希望透过每场活动的办理，多加曝光草地公园，让居住在富里乡的民众能够来多加善用空间，更让游客多一处优美看到中央山脉美景的绿光草地公园。记者高双双富里乡采访报道。